转载自百家号，作者萌妹子。爱篮球田径比赛包括竞走、短距离跑、中距离跑、长距离跑、接力跑、障碍跑、跨栏等项目，人们最熟悉的当属短跑和跨栏。一个出色的田径运动员需要同时具备爆发力和持久力，能够达到世界纪录水平的田径运动员都可以被人们称为飞人，而他们之间的差距都是在毫厘之间。所有比赛当中100短跑是最刺激的。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来自世界田径界的四大飞人的短跑100米记录。10吉姆·海因斯，美国 ,9.95 秒。他是奥运会上的第一个黑人运动员，主要成就是1968年9秒95追平100米短跑世界纪录，并获得奥运会冠军，以 38.52 秒获得4乘以100米接力比赛冠军，并打破世界纪录。9卡尔文·史密斯，美国 ,9.93 秒，主要成就是1983年打破男子100米世界纪录 ,9.93 秒，第一届世界田径锦标赛男子200米金牌 ,4x100 米接力金牌 ,100 米银牌 ,1984 年洛杉矶奥运会男子 4x100 米接力金牌 ,1987 年第二届世界田径锦标赛男子200米金牌 ,1988 年汉城奥运会男子100米铜牌。8卡尔刘易斯，美国 ,9.92 秒，职业生涯中刘易斯在奥运会和世界锦标赛上共获得17枚金牌、2枚银牌和1枚铜牌，共13次打破10厘米、200米及跳远的世界纪录。7勒罗伊·伯勒尔，美国，主要成就是把100米纪录刷新到 9.85 秒。6多诺万·贝利，加拿大，最好成绩1996年7月27日9秒84。5莫里斯·格林，美国，最好成绩1999年6月16日9秒79。4蒂姆·蒙哥马利，美国，最好成绩2002年9月14日9秒783。阿萨达·鲍雷尔，牙买加，最好成绩2007年9月9日9秒74。泰森·盖伊，美国，最好成绩2009年9月20日9秒691。尤塞恩·博尔特，牙买加，最好成绩2009年8月17日9秒58。他是我们最熟悉的田径运动员了，每一次出场几乎都是冠军。他是2008、2012、2016年奥运会男子100米、200米冠军，男子100米、200米世界纪录保持者。